老公好了没呀？好了好了，我啊见着奇迹的时候就来了啊！你呀、啊、先闭眼睛，闭眼睛啊？对，把口罩摘了，在家里就没事啊。行吧行吧，闭眼。好，闭了闭了。不错不错，老公啊，你这个面膜做的真好，凉凉的感觉。哦，凉凉的是吗？嗯，感觉是不是老好了？老好了，挺舒服的。你现在可以睁开眼睛了。哎，这啥呀？白菜。你想啊，媳妇儿，你平常用的面膜，是不是都有那些添加剂？你再看咱们用的这是白菜，纯绿色，纯天然，无污染，没有任何添加剂。哦，这白菜里边富含很多的水分，是不是可以滋润你的面部？是不是使你的肌肤每天都是水嫩水嫩的？这不是起到了一举两得的效果吗？是不是行啊？你说的也有那么一点道理呀，是吧？行了，那我以后的面膜就用白菜了。行。那我再给你做几个去啊！哎，好嘞。我老公就是好，真体贴。有才，来我也对一对。哦，哥，我啊！你叫什么叫呀？你叫什么叫呀？啊！一天天的，吃的比谁都多，连个蛋都不下啊！你呀，就应了那句话了，不下蛋的公爹，让你不下蛋。谁让你欺负我这公鸡了啊？再说了，他是公鸡吗？你长那俩眼睛，你是瞎呀？啊，他明明是母鸡，不下蛋那是因为他还不到月份，是不是？等到了月份，他自然就会下蛋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我说你一天闲的没事干，你就知道
经常欺负这母鸡啊！你看把我这母鸡给我吓得啊，这毛都立起来了啊，眼泪直流啊！你咋想的？你咋忍心了啊？我啥时候欺负他了呀？你没欺负吗？你刚刚这是干啥？这是干啥啊？我刚才那是跟他内心的交流，懂吗？内心交流需要用脚 啊！我这不是我跟你吵，你不跟我吵吗？真是的！再说了，我和他吵，他还不还嘴。我就问你啊，就这次疫情期间，你在家都干啥了啊？除了做饭，啥都不干，家务活全是我干。啊，这锅碗瓢盆那厨房扔了那么一摞啊，昨天的还没洗呢。你这是干啥呀？你这啊？这疫情期间你不刷锅，你干啥呀？啊？那活是我干的吗？我问你，你干咱咋了？不行啊啊！哪个大男人他洗锅洗碗啊？我就问你。哎，这两口子大中午的吵啥吵呀？这饭也不做的。这洗锅洗碗是我这个大男人该干的活吗？你再瞅瞅，把我这个鸡给我吓的都窝那儿了啊！你两口子这是干啥呢？大中午的，这我还在家呢。好赖给我点面子。还有你，我还没说你呢啊！你每天除了吃，就是喝，真是应了那句老话，吃啥啥没够，喝啥啥不够。你赶紧给我走！啥玩意儿呢？这是？吃啥呀？吃点。啥呢？我想吃那大肘子。行，走，哥坐去。嘿嘿，走。先生，这房子呀，我几番周折给您找的，两室一厅一卫一厨。房子呢是还行，不知道这价钱是多少啊？35万。35万，有点贵呀、不贵，这房子地理位置多优越呀，坐北朝南，从这边一出去就是小学，再往前走一点呢就是高中，反正呀各个地方都挺方便，最重要的一点呢，这房子呀是大产权，70年的产权，你看怎么样呀？70年的产权，35万。完了，我再看看吧。啊，我先走了啊。哎呀，现在这房子怎么这么贵？哎，刚刚看那房子，虽然说是大产权，70年以后它就不是我的了。哎呀，头疼啊！哎。喂，先生，你看我们这个里边呢有两间正房，两间偏房，还有这偌大的院子，这边呢还有空地，您春天呢可以种点蔬菜水果之类的，秋天就可以吃了。你看这儿还有菊花，您心情不好的时候看看菊花，心情呀就顿时好起来，对不对？那您感觉怎么样呀？总体感觉呢还行。你这一年多少钱呢？一年呀5000块钱。啥？5000？哎，这么便宜呢？对呀。那先生您计划租多长时间呀？给我租个70年的。啥？70年？那个什么，完事儿呢咱们就签下合同。哎，好嘞好嘞，行，咱们立马签合同啊。行，走。